痛苦啊，啊，抽烟的人快乐痛苦，痛苦啊，因为你学佛了。所以小朋友拿着电动玩具一直打一直打，那是快乐还痛苦啊，可怜哦，被魔鬼抓住了啊，你一直打电动玩具被魔鬼抓住了。啊，你的欲望不能满足啊！谁把你手机藏起来，你就会生气啊，因为你已经中毒了，所以被这个毒，贪心的毒绑住了。那你贪心绑住你，你就会起嗔恨心：谁拿走我的手机？为什么不让我打电动玩具？啊，所以那为什么会贪心嗔气？因为这都是愚痴，不了解真理，然后呢，执着，执着这些痛苦，认为痛苦才是快乐。所以我再问各位一次，结婚到底是快乐还痛苦啊？谈恋爱是结婚是快乐还痛苦啊？如果有智慧的人觉得我才不要了，但是无名愚痴的人，我要我要，不然我活着要干嘛啊？我活着就是要追求爱情，追求欲望，给人家爱啊，这样我活着才有意思。如果我的爱人离开我，我要去跳楼了，所以那是一种痛苦。所以我们大家看佛像学佛，佛是自在的智慧，平等的大悲，所以愿所有众生皈依三宝。那我们大家也皈依三宝了，我们也为这些鱼啊、蟋蟀啊、这些有形无形排位啊，希望他们皈依三宝。所以各位等一下有空到功德堂去走一走啊，选你的位置啊，迟早要死啊啊！那你要想清楚，那你在忙什么？既然会死，你在忙什么？然后死了为什么要给人家拜？因为怕下地狱啊，怕做恶鬼啊。那为什么要怕？怕什么？你造了恶因，你就要下地狱啊，并不是哦。你从事宗教，你就不用下地狱啊。不管你从事任何宗教活动，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不要造恶业，就不用怕苦。所以各位，什么叫恶业？杀生、偷盗、邪淫、骗人、骂人、喝酒、吸毒、抽烟、吃肉，这些都是造恶业啊。那恶业造了，那你必定要受苦。所以那时候受苦，哎呀，子孙啊，赶快超度我啊，赶快超度我啊，太痛苦。所以这些冤亲债主就是他也无名，结果造恶业了，他现在附在你身上，很痛苦。他希望你能够了解他的痛苦，他让你痛苦。希望你能够让他不要痛苦，所以那你要跟他忏悔，对不起啊，我不了解你那么痛苦，我过去把你堕胎了，我把你给杀了，这只蛇我把你给杀了，这只老鼠我把你给杀了啊，结果他很痛苦，那现在附在你的头，所以你头痛，附在你的腰，所以你腰痛，所以我们今天要放生，就是希望忏悔过去的杀生吃肉。各位最好忏悔完以后要发愿，从今天乃至这一辈子，敬畏来记，不杀害生命，好不好？不可思议啊！如果你发这个愿，生生世世水火刀兵毒都没办法伤害你，没办法伤害你，因为你没有这个杀业，那你就不要怕被伤害。如果你有那个杀业，你在家里睡觉，车子都会撞进来把你撞死啊！所以逃避这个业障，你逃到哪里，业障还是跟着你。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深深的相信了解。那既然我们了解了，不要再造业，进一步还要发愿啊，断恶修善度众生。来，我们进一步为他们说法，这个说法就是刚刚我在讲道理一样，有了无明就会生老病死轮回，你有智慧，那你就不会造业，没有造业就没有轮回的因，没有轮回的因就不会来投胎，没有投胎就没有六根。现在各位有眼睛就爱漂亮，现在鼻子就要闻香的，有耳朵就要听听人家巴结你的话，听音乐啊，有嘴巴就是要贪吃，有身体就要摸来摸去，有心理就要去享受。所以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就是投胎。投胎缘六路，那就有六根，有六根呢，哦，你就去接触到，哇，好好棒啊，好快乐啊，好痛苦啊，所以有了接触就有感受，有感受就有分别的贪爱，我很喜欢，有贪爱以后就有执着，一有执着就来投胎了，啊，
造恶业执着下地狱道，造善业执着升天道。那你生下来，那你就注定要老病死忧悲苦恼，这就是人间各位看得到的人动物，他们都在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状态。所以那这样子不断的轮回，如果你没有智慧皈依三宝听闻佛法，那你就不断的在轮回受苦，无明缘行行缘事，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但是各位听闻佛法了，了解了无明灭则行灭，你现在了解因果啊，不敢造恶业，你了解一切都是空无自性无常的，你就不敢去造恶业。所以你叫出家人去谈恋爱，哦 no， 谈恋爱比咬肥皂还痛苦啊！啊，那各位每天吃肥皂觉得很快乐啊，啊，你会觉得我老公打电话给我，好爽啊，我女朋友啊对我很好，好爽这样。所以事实上那是一种痛苦，所以无明灭则行灭。如果你有智慧了，你就不会起贪嗔痴，就不会有造恶业。没造恶业，就没有不好的意识种子。没有不好的意识种子，就不会来投胎。没有来投胎，那就没有六根。没有六根，不执着六根，那就不会去想要去接触、感受、贪爱、执着啊。所以没有执着，就无生。无生就无老病死，无忧悲苦恼，脱离轮回。所以各位呢，讲这个十二因缘法，各位要经常背，然后每一个举手投足起心动念，要观察自己是在无明的状态、贪爱执着的状态吗？啊，你要检讨。比如说，各位来参加寺庙啊，读《金刚经》啊，读《地藏经》啊，结果你晚上十点回家，你老公还没回家，你气得半死。那你那边读三个钟头不是白读了，白拜了啊，一点放下没有。你想要还想要说，哎，我读了老半天都回向给你，希望你对我忠心一点，那不是越读越执着吗？所以你读了三个钟头经典，至少三个钟头放下。哎呀，随缘随缘，我睡觉赶快睡比较重要啊，不会去执着这个感受。不然呢，你执着一个感受，就像谈恋爱一样，哦，内心起心动念，很在乎对方，甚至对方不跟你讲话，你就很生气；对方去看别人，你更生气。男人为了吃醋，可以把女人给杀掉啊，啊，所以很恐怖的。那些都是无明贪爱。所以各位，你要观察你日常生活，啊，日常生活，那你有没有在无明贪爱？哎呦，好漂亮的车子，哎呦，好漂亮的珠宝。哎呦，好漂亮的房子！你已经有一间房子可以睡，已经很不错了。我要买那个更美的，这样啊，这样我才有面子。然后呢，人家来我家，你看我住的是大洋房，这个都是无明贪爱。然后你就不断的在痛苦，就像人重视外表啊，重视身材啊，重视享受啊，所以吃只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满足欲望。如果你吃东西是满足欲望，就像我来马来西亚，我看每一次他们找我去吃饭，一定有一锅那种咖喱又辣，然后放在那边，哇，那个冒烟了啊！因为他说师傅有这一盘就 OK 了，加白饭 OK 了，这就是一种欲望，因为这些东西对血管不好啊，对欲望不好啊，所以我跟他说青菜豆腐 OK OK。啊，不要太辣，不要太油，这些满足你的欲望，你那个舌头欲望那么强，然后要辣的，要咸的，啊，那这样对你不好，因为你三餐都在满足欲望，然后哪一天给你吃青菜的，没有加盐巴，你会翻脸的，啊，代表你很痛苦啊，所以因为你嘴巴舌头已经被绑住了，吃啊吃啊，啊，各位。开水好喝还是汽水好喝？站在智慧喝开水好哎，所以你喝奶茶喝汽水，那你完蛋了，你会提早腰酸背痛，肾不好啊。喝冰水，那因为你欲望，你满足欲望，你这个无明，所以各位，如果你不这样去观察，那你就很喜欢喝冰水，不喜欢喝开水，喜欢吃辣的，不喜欢吃淡的，啊。那你永远就在痛苦里面。
所以这个十二因缘法不是光会背，谁都会背，谁也会解释，但是你用在日常生活是什么啊？所以日常生活我要钱多一点，我要享受多一点，我要别人多注意我一点，那个都是无明贪爱啊。那这些无明贪爱，那只会让你不断生老病死轮回而已。所以我们跟众生讲这个道理，希望他脱离啊，无明的本体跟佛的本体是一样的，贪心的本体就是妙观察智啊，转贪心五毒可以转成五佛，可以转成五种智慧，变成五方佛。所以贪嗔痴你只要去净化它，了解它，然后五毒可以变成五种大智慧。但是如果你去满足它，我要追求贪，我要追求嗔，而不了解它的本体，那你就被它抓走了，被五毒抓走，你就开始生死轮回了。所以我想转念，那就是要你要有内观的智慧，你能够把贪心嗔心看清楚。当你生气的时候，知道自己在生气，那这个生气只是一个感受啊，然后呢这个生气就可以转成大圆满净智。哇，一个生气可以让你成佛，就成就不动佛的功德。那你要去观察它，了解它，而不要随着生气被生气抓走了。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真正要放生的是我们大家，希望各位你把你自己给放生了好不好？那你一直贪嗔痴，那你不把自己关到三恶道里面啊？因为是你把你自己弄死了。所以各位要转化我们的心念，所以这个十二因缘法各位要多去闻思修，不要光听我讲啊，你要看，然后多去思维，然后用在你的起心动念实修。我现在是不是在无明贪爱执着，这样会造成自己跟别人生老病死，这个很痛苦的。甚至啊，一个妈妈跟儿子说，你要天天跟我回来，妈妈没看到你，妈妈睡不着觉。妈妈把她的无明贪爱执着在儿子身上，做太太把无明贪爱执着在老公，老公你没回来啊，你气化嘛，哎，不然你就哭，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你把自己的脆弱的感情无明贪爱去交给别人支配，你是你的错，谁叫我们去执着这个事情啊，我们要放下。所以贪心不到就嗔恚，所以爱恨交织非常痛苦啊。佛教特别大乘佛教最圆满的法门就叫念佛法门。为什么要念佛？每一个佛成佛了，用他的名字在度众生。每一个佛用四种方法度众生。第一种用他的相好庄严，念一下南无宝寂如来，南无地藏菩萨。哇，我们看到佛的相很欢喜，很容易就像地藏王菩萨因地看到佛像就发菩提心了。第二个，佛用他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度众生。各位读普门品，读金刚经，读心经，读地藏经，了解了因果循回空性慈悲的道理，然后这样也可以得度。第三种，每一个佛以他的神通不可思议的力量度众生。嗡嘛呢呗咪吽，哇，念佛的咒语，佛的力量就来转化我们的心，消除众生痛苦的业障，拔除三恶道，离开痛苦。当我们念不动佛心咒，当我们念往生咒，他就有可能脱离地狱鬼道，生畜生道，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妙喜净土。所以佛用他的神通不可思议度众生。那第四种，每一个佛以他的名号度众生，特别在末法，在末法要深入经藏很困难，要学会很多咒语观想灌顶很困难，但是念佛法门，众生听到佛的名字就可以脱离地狱鬼道畜生道，将来还可以成佛。而且念多宝如来不但让众生脱离地狱鬼道畜生道，会让众生很有钱。念一下，再念一次，有钱真好。南无多宝如来啊，念多宝如来就是有钱，而且这个钱不是拿去打麻将啊，这个钱呢不断的拿去修功德，造佛像，供养出家人，放生，帮助贫穷人，好不好啊？
希望大家多念多宝如来，发财做好事，不要发财赌博。啊，你发财买再漂亮的房子，还不如在寺庙做一尊佛像的功德，好吗？你买一个房子，一千万都没用，还不如佛像做一尊放在这边给人拜的功德。要发这种善财。再来念一下，南无宝胜如来，业障消除，离苦升天，啊，将来成佛。所以每一个佛不可思议。念一下，南无妙色身如来，生生世世脱离丑陋，相好庄严，永离三途，未来成佛，庄严第一。哎呀，我们看到佛像好羡慕啊！南无妙色身如来啊！再念一下，南无广博身如来，脱离矮小，永不被欺负，喉咙打开，大吃大喝，永离三途，将来成佛，广大无边。哇，佛成佛，你看他永远看不到他头顶，你看他多大，广博身如来。再来，南无离部位如来，永离部位，一切自在，脱离三途，将来成佛，见者离苦。啊，离部位如来成佛了，你看到他乃至众生听到他名字就不会发抖了。啊，一切自在。再来，南无甘露王如来，永离饥渴，有吃有喝，脱离三恶道，将来成佛，广施甘露。啊，就像各位刚刚去洒水洒米，你要观想黄金珠宝钞票，哇，众生离苦啊！下回我们带多一点钞票去非洲洒一洒，好不好？非洲需要钞票啊！啊，最好包几部飞机，然后用食物空中投下去，投到也门，投到伊索比亚。哎呀，那边现在好可怜啊！啊，国家被锁住了，两三千万人慢慢饥饿生病而死啊！那所以希望大家做甘露王如来，走到哪里都能够布施甘露。再来，南无阿弥陀如来，所有众生业障消除，内心清净，永离三途，往生净土，将来成佛，普度众生，同生净土。南无阿弥陀如来。哦，所以念佛很重要，更重要的，今天我们放鱼，念一下，南无宝髻如来，所有海鲜水产，消除业障，不遭捕获，安享天年，离苦升天，将来成佛，广度众生，南无宝髻如来。所以每一个佛帮助我们现在快乐，未来快乐，就近快乐，将来成佛，普度众生。再来，南无释迦如来，消除病苦，消除业障，不退菩提心，五浊恶世，永不退转，成佛度众生。事实上，地藏王菩萨就释迦牟尼佛示现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地藏王菩萨可以在地狱恶鬼道度众生，永不退转。而且我们看到地藏王菩萨、观音菩萨很容易就发菩提心，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愿了。所以各位，你只要念这些佛号，然后不但我们得到这些利益功德，然后所有众生也得到这些利益功德，然后呢，这个就是大悲心啊。我们修学佛法不要自私，自私那是一种执着，会痛苦。你儿子在生病，那因为儿子生病，你所做大供养，供养诸佛回向六道众生，然后呢，你儿子所得到的功德更大，要这个意思了啊。所以因为你等于就像刚刚出家人，哇，每一位上师你都供养到了，然后这个功德就可以布施给更远的地狱道、恶鬼道，然后上供完又下施。佛陀讲了，百千万亿黄金，阿僧祇劫无量的时间供养每一尊佛，每一个
每一个经典，每一个出家人，每一个阿罗汉的功德，还不如慈悲心布施众生一颗米的功德。但是这两个我们都要做啊，我们以虔诚信心上供诸佛，再把所有功德大慈大悲融入到最深的无间地狱啊，最高的天，最远的世界。然后呢，如果你用这样想的去供养，那不得了了，那你等于做了成佛的供养。所以上供的功德圆满得到，慈悲的功德圆满得到，这样心态圆不圆满了？那就圆满了啊！所以佛陀希望我们有一颗觉悟的心，那觉悟的心就是菩提心，那菩提心呢，啊，就是大慈大悲空性啊，就是你在一种圆满的佛的心，然后呢来上供下施的心态，就是菩提心。所以我想，我们透过做烟供也好啦，布施一杯水。你拿到一杯水，你也要这样观想，念一下：以此甘露水，供养三宝，愿欢喜，供养护法，除障碍，供养六道众生，皆离苦，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得偿债，我们欠他的债都还完了，然后就嗡啊吽，嗡啊吽，哇，然后这一杯水把它倒掉。啊，下一杯水才自己喝，所以一杯水、一支香、一颗米，加上你一颗菩提心，那你就圆满了最高的功德。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烦恼，为什么？那时候你想的是成佛的菩提心、利益众生的悲心、无我的空性，那时候你都没想到你自己。那你没想到你自己，反而你自己得到最多。你的儿子生病马上好，你身上的业障马上消除，为什么？用圆满的菩提心、大悲心来做功德，那是修业障、断烦恼、开智慧、成佛最好的方法。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啊！当你拜佛的时候，忘了身体是你的啊，因为你的念头是在供养诸佛，你的念头在拜佛的功德下施给众生，那你就会像打坐一样啊，整个身体不见了一样，清安呢、啊，融入空性了，那是。各位要随时练习这种心态，因为如果你不练习这个心态啊，哇，你又去卡到了，卡到了，你的先生晚上又没回来吃饭，你又去卡到了，啊，你的儿子又不听你话，你又去卡到了，你的男朋友又去跟别的女人讲话，哇，你卡得更严重，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里面就没有去练习这个慈悲与空性，然后你的内心里面就在这个世间的执着爱染。我想，就像各位到寺庙里面来，你都不会卡到，这边也不是你家，啊，这边只是一个公共的寺庙，那寺庙不属于任何人的，所以各位做寺庙的什么主席啊，什么住持要注意啊，寺庙不是你的啊，是你，如果你认为寺庙是我的，你就准备下地狱了，你等于侵占公家财物，知道吗？这个寺庙，每一间寺庙是大家凑钱一块、十块、一百块，功德主一千块盖起来的寺庙。寺庙不属于任何人的啊！你们一届一届的住持主席，千万不要说我是老大，我是主席，那你就准备下地狱。记住我这句话啊！所以寺庙是大众的，我来这边服务的，我来这边修功德的，你要有这个想法。那我们要以寺庙的想法回家去经营家庭，因为家庭叫逼迫，所以我们叫出家，出家，出家。这个家庭就是一种自私逼迫，地狱一样。家庭里面充满自私的感情，还有呢占有的欲望，金钱的占有欲，所以家庭兄弟会为钱翻脸了。但是来寺庙就代表清净无我，但是如果你把寺庙当作家庭来经营来赚钱，那你保证完蛋了。所以各位不要开玩笑，你去外面怎么黑怎么赚都不要到寺庙来赚钱，这一点记住哦，我讲真话哦，啊，千万不要说 我寺庙会盖哦，那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这个不要，因为这样会伤害佛教，会让人家批评佛教啊！因为你的做法让人家批评佛教，那你等于造了地狱的恶业，千万不行。出家人也一样，出家人说我是为了钱来念经的，我是为了钱来做什么的，那人家就看不起出家人，那不是破坏出家人吗？那你一个出家人不好好做，就破坏所有的出家人。那很多人说，哎呀，我们那些出家人都贪财好色的，然后所有出家人都完蛋了，那大家对出家人失去信心，那佛教就快灭亡了。所以我们经营这么多寺庙，我发觉这沿路这么多寺庙，
然后呢，有时候有些人住持也好啦，管理人也会当作这个地方是我的，啊，变成私人财产的观念，在经营佛教，那等于在开商店。如果你在开商店的话，那造的恶业可大了。这一点永远记住，啊，就像各位刚刚供养出家人，大家辛苦赚来的钱供养出家人，那出家人如果没有好好修行，等一下跑去找女人吃肉，那保证你要下地狱的。啊！但是你在家人供养你不会，因为你的心态是平等心、报恩心，啊，你的心态没问题。但是出家人拿了这个钱，拿去交女朋友，啊，拿去做坏事，那是他消你的业嘛？啊，我们同情他，那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各位这个一定要分清楚，来到寺庙就是追求清净慈悲。你在世间做生意骗来骗去也没办法，寺庙千万。不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怡保有这么多的寺庙非常好，但是呢，那各位你接近寺庙要小心，不能做商业化的经营啊，啊，不能成为一个政治占有的地方啊，不能成为私人的势力的地方啊，那不然我们就在骗佛陀了，对不对？骗地藏王菩萨了，地藏王菩萨慈悲，观音菩萨慈悲，结果人不慈悲啊，但是假装慈悲。白天念经，晚上喝酒找女人，这样，那不下地狱行吗？所以各位，你要相信了、啊，人有来世啊，有后半辈子。你在寺庙所做的错误啊，各位听我讲一个故事、啊，各位都听过。有一个小和尚，他负责打饭给每个出家人，因为刚出家嘛，他负责打饭。结果、啊、他打饭不小心有七颗饭掉在地上。他想说：“哎呦，掉在地上脏了。”他拿起来，嘣，吞下去。这个是公家的饭呢、啊，你把它吞下去，然后这小沙弥没多久就生病死掉。那死掉以后变成一只蛇，这只蛇在空中一直滚。为什么？七颗火球一直穿他的身体，他痛到没有办法停止的痛。然后大家就问佛陀：“哇！”那一只毒蛇在空中滚，很可怜啊，身体被七颗火球攻来攻去。佛陀说：“大家赶快回向给他，他就是那个生病死掉的小沙弥。”他就说：“小沙弥，他会做什么坏事吗？因为他地上掉七颗饭，他居然拿起来吞在自己嘴巴里面，这个叫侵占公物哦，七颗饭而已哦。然后他要滚了多久啊？大家赶快回向给他。”所以各位，释迦牟尼佛讲了这么多真实的因果故事，我们一定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家族全部被杀掉了，为什么？各位，因为他们抓鱼，男人负责抓鱼，女人负责切鱼煮鱼给人吃，所以负责抓的被砍杀，双手绑在丢在水里面慢慢淹死；负责切鱼的女人手脚都被切掉，丢在河里面慢慢流血而死，就是因为抓鱼吃鱼这样而已，相不相信？各位，你一定要相信，因为这是佛教。那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他的家族在被砍杀三天的时候，整个释迦族哦被杀掉，佛陀成佛了呢。结果他三天头痛到快裂掉一样，快裂掉。为什么？他那时候做小孩，他还在喝母奶，所以他也没有抓鱼，也没有吃鱼，他就看到两条大的鱼被抓起来，还在跳跳跳跳，就比你们也该死了这样。就以坏心比了三下，头痛三天，快裂掉了。所以各位，你去海鲜店，你不要比哦，这只肥，我看你惨了。这只肥，以后换你很肥，被抓了，被砍了，被杀了。所以你听我这样讲，佛经这么说，你还敢吃鱼，代表你不信因果。你已经都知道了，佛陀的全家被杀得很惨，啊。而且女人都砍手砍脚丢在河里慢慢流血而死，男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淹死。为什么？就是因为吃鱼杀鱼。那你还吃吗？这些你要相信因果。但是现在叫末法，慢慢你的出家人也不相信因果，拆家人也不相信因果啊，这个钱乱用，侵占寺庙。所以你办佛教协会，你办寺庙，你办一个佛学中心，永远记住，这是公家的，佛陀的，世界众生的，不是你个人的，一毛钱你都不能侵占，
你到寺庙中心打一通电话，你都要自己付钱。你不要说，反正这是我是功德主，我打电话，你功德主归功德主，你打个电话你就欠十方的钱。这个各位一定要100%的抓到啊，千万不要，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人喜欢开中心啊，开寺庙啊，反正就用各种方法去募款啊，捞钱啊，弄了一大堆，看谁开的大，谁功德大啊。然后这样以后大家就看假的，看不到真的。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嚣张，你看我庙很大，但是以后下地狱的时候那可苦了。所以佛经里面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各位不要买卖佛像啊！你开佛教文物店，不要买卖佛像，不要买卖经典，不要买卖出家人，买卖三宝等于卖自己的爸爸妈妈，卖他给人家杀掉，那卖自己父母给人家杀，你可能不下地狱吗？所以在台湾佛教文物店开最大的都最早死，这样啊，台湾最大的佛教文物店都不超过60岁就得癌症死了。死了还在地狱受苦，大家都一直给他回向。所以这一点啊，我今天讲到这个啊，供养很重要，但是不能利用信徒的虔诚以及信徒家里人往生了，哎呦，往生了要多少钱？要多少钱？念经多少钱？那个多少钱？人家已经死爸爸死妈妈，够可怜了啊！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卖棺材赚大钱啊！那这个也不下地狱行吗？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各位既然知道三宝功德这么大，那我们就不要出卖三宝，那这个才是基本。好，所以我们现在以这样的心态来念咒。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如果你没有智慧，没有悲心，你念咒没有用啊！念咒没有用，念咒必须要它有一个基本的慈悲心、平等心，而且安住在空性无分别。哦，我念多一点，念一句赚一块，念两句赚两块啊。那你有这个欲望贪执，那你就造恶业。念咒向各位去灌顶，那咒就是一种愿，我要跟地藏王菩萨一样，所以我念地藏王菩萨的心咒，嗡欠了爹沙婆诃啊，嗡欠息了早红，又要灭定业真言。所以我要向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所以我念嗡嘛呢呗咪吽。所以念咒是一种你的心发愿要去帮助众生，而不是念咒来赚钱或是念咒来发财啊。念黄财神咒不是我发财，念黄财神咒是当愿众生都得到黄财神金钱的加持，大家都脱离贫穷，具有财宝，具有智慧，所以你念黄财神咒。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悲心念黄财神咒为众生，所以你得到很大的福报，这是自然的道理。不是说为了我有钱去念黄财神咒，那就不符合大乘佛教。什么叫大乘佛教？念一下，不为自己，只为众生，那才叫大乘。大乘只有为众生，根本没有我，没有自己，才叫大乘。如果你修行只为了自己健康发财，儿子听话，老公乖乖，那你连小乘都不如。你们小乘还是为解脱在修行，为脱离轮回在修行。我们只是追求一些世间的快乐，老公好一点，儿子乖一点，发财一点，那你连小乘也不如，大乘也不行啊。所以各位，不管你修什么，那你要了解，那我们为什么要念这个咒？就刚刚讲念多宝如来，不是你发财，而是众生都发财，众生将来都成佛。因为你有这种大悲心，那你就势必不可能不发财。为什么？因为你是以悲心去念多宝如来，祝大家都发财。所以愿怡保每一块土地都涨5倍，那你家当然涨5倍啊！啊，你怎么可能一直祈祷我家涨价，别人降价？那别人降价，你一定降价。所以佛陀讲这个空性，就代表互相影响，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啊，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所以我们去出卖佛教，出卖三宝，那你就把自己出卖自己，就堕落三恶道，没有三宝的价值。所以我们讲慈悲之前要先讲戒律，要相信因果。所以各位要用这样的心态来办道场，来利益众生，而不是在拼大拼小啊。那这样呢，就会让自己不清净，因为不清净就有不清净的果报，那自己也觉得很烦恼
啊，就像我们去骗人，然后装着自己有钱，随时怕被抓去关啊。因为贪污的人最怕被发觉被抓去关，骗老婆的人就怕老婆知道他外面有女人，吓坏了。啊，心里晚上睡觉都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老婆叫阿弥呀，那个叫阿虎呀，对，叫错了，老婆不是，对不对？因为你怎么骗，睡觉你就骗不到啊。所以因为你自己会怕，做贼会心虚，心虚以后你内心不清净，内心不清净念咒我没有用。所以各位要讲真话，像我在这边讲，那如果我私底下骗人，我保证下无间地狱啊。因为我们劝人家要信因果，就自己在背后骗人啊，自己不慈悲，那当然不行了。所以各位在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到快乐，不是因为有钱，而是坦荡荡，叫清净，里外如一，心口如一，坦荡荡啊，一点都没有欺骗，没有虚伪，那你这样觉得叫清净，清净就这意思。所以就像你银行没贷款，多清净啊，就这个意思了啊。你做生意不需要骗人，多清净啊，啊，赚多少随缘，那是我们的果报啊。我们多布施，多布施帮助众生，你自然改变你的命运。而且最大的快乐不是赚到钱，最大的快乐是我能够去布施啊。就像各位刚刚去投烟供、投米、洒水，快不快乐？放生，哎呀，太快乐了，太欢喜了。那希望大家抓到佛教的精髓。好。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开头花书红花香点，3月23号至3月27号香港弘法行程。3月24号星期六，释迦牟尼佛出家纪念日，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30劫，具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上午10点半，香港元朗点灯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3月26号星期一，具十月衔接千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亿倍。上午10点，香港北角洋紫荆码头海上放生。3月31号礼拜六，释迦牟尼佛涅槃纪念日，念阿弥陀佛。持斋度罪200劫，故是月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1倍。暗时7点半，华联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活动中心心灵讲座，讲题快乐来自于慈悲。联络电话：03-831-1673。4月1号礼拜日，开宗圣王千秋。故事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上午8点半，华联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活动中心北馆斋戒，好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甲慈悲时时发挥。暗时7点半，心灵讲座，讲题生命的智慧。联络电话：03-831-1673。4月3号礼拜日，念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持斋度罪90劫。故是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1倍。上午8点半，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兴弘观音菩萨圣诞精进会特别举办清明报恩孝亲北馆斋戒，
好心点满点叫满嘴，要将甲甘露时时发挥。您的电话：03-989-9319。4月4日礼拜三，观世音菩萨圣诞，故事过功德日，善行以恶行。